遐有，吼，遐等我一下啊。来，你着干杯啦，干杯啦，干杯啦，干杯！买一千块好无？一千块，你一块哦，一公斤啦，外面一公斤一块，还卖八百，所以卖在生死的哦。而且现在讲卖两块，等于打天柱啊，柱啊，柱柱柱挖过来，柱随便挖过，西洋骨头你啊，黄一条啦。而且讲卖两块啦，讲卖两块，一个八百两块，千六啊，千块，卖一千块才卖，一千块。我那个叫拢好皮，我叫一人去啦，一千条啦，一千块啦。一千。一个够皮啊啦，实在啦。一千啦！一千啦！进来进来进来！一斤啊，一斤啊，干贝剩两百块，两块才交好多嘞。这干贝这是组合贝，不是米粉做的啊。来了，还过来，还过来。来一千块。还不吃什么吃？干贝还有谁要吃的？一千。干贝一千块啊？是。啊，侬无要吃，一千块无要吃，一千块。千个。中国哟。买了两块啊，上少买两块四百啦，四百块了，无卖你甲贵四百，什么价？两块四百，两块四百块，两块。来头前来啦，今天来，来四百还要谁要？来两盒四百，来几个？哎呀，来个什么价？四百块还要谁要吃的干贝？关电话，关电话，没有了。来了四百的啦，七百弄过来吼，来这些来。不好意思啦，鲫鱼哦，白鲫鱼。哎，要食鲫鱼啦，我两手做一届好不好？好啊。等你好，跟你拢。进来啊。哈哈哈。你讲边啊啦？你我啦，爱做大中间啦，好大啦。这吼白鲫鱼做海，你看做几下？一斤就好啦，你话用两毫出白鲫鱼，一斤卖八百，人拢算你话啦，算你话。你最常讲，这就是人出三四米边啊出起来，你听。这拢千毛毛，不毛钱，上去你搞切到较细滴，切到较细滴，看是要做汤汁、做红烧、做汤煮嘛，拢会使。哦。哎，就先来来来。白鲫鱼。哎呀，恁老师，真正两千块做一届哦。对啊，你咪讲啊。听昨天东西没有鲑鱼尾巴，对，鲑鱼尾巴是今天才进，昨天没有。东兴很难，东兴很难拿货。东兴的客人很难拿货。十个吧，十个啦，十一啦，好个十一，十一啦，凊彩啦，哎啦，许收购来啦，不然就是咩啦，后边收购我啦。哎，好啦。冲阿面啦，靠遐花花大声，你都惊死我啦。啊，钱来听咩爱者啦？爱也听。钱呢？带钱无去嘛？钱呢？你是视钱财如粪土的对啊，哦。视钱财如粪土的。哈哈哈哈哈。钱那个行都未得开。十二个人客户来啦。哎呦，现在卖你几千块，你往我这边来，这个有钱买不到的啦。他来这里啦。凊彩啊啦。来油啊，对啦，我来，这拢无该赚钱，真正啦。大概就好了啦。Hello。Hello。现在看不出哪一盘是哪一盘哦。你。你有没有事啊？你有没有事啊？你若不要做糖做做红烧，你等于你搞搞打针生火箭，我就不能做这个了。后背来，老客人，你我讲不了咯，不了无啊，你这来哦，后背来，哎，这个来了，哎。
接过来，接过来，接过来。哎，落错，错啊，错啊哟！你错啊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卖客等于下火哦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喂。当做插头等于。最后一个。耶。这两百。多少钱啊？200块还有谁哦？这要钱200块了。无啊吼。对了。最后一个200的，哎，谢谢两个朋友来。哎，过来，过来，来。哎，这无人卖了，帅鱼香哦，来，你嘞。哎，这加州佬，这水话人好食无？加州佬。阿州佬啊，阿边个讲水鱼的，讲无水鱼哦。阿州佬啊，阿边个讲够水鱼的，讲无水鱼哦。阿你个呀，阿你这有两个哦，加我这两胎的，你要切掉来哦，切掉来，我用一胎九百啦，好啊，九百九百掉来，还佫一胎你卖无？这卖九百，啥卖啦？九百块，加多如意的九百，无人来试试啦，佮今年啦，无安尼啦，全部三千掉啦，你来买三只啦，三千，这个哦，这个叫啥？乌日可以预定吗？乌日，你可以在线上跟我说你要什么，等一下什么。上班了。这里。什么东西？接，你要留什么？卖掉。我跟你讲。你知道他们社团吗？哎，这上班什么吃呀？上班啊？上班大吃嘞，这我一辈子做单嘞，一辈子几万两百，一辈子赚4万嘞。他们有没有社团？一辈子4万两百卖2万，现在只能卖5万了。我问一下留货的哈，留货的，那个圆洞，我看一下，我看阿松下面留货有什么东西？你可以摆到桌上来啊，你把它摆到桌上来啊。哎，你卖掉。三杯啊，十八。
哦，那 Sandy。Sandy 是谁？哎，我们这黑了，啊，来了，大虾了，这个。那个你的东西在下面，都流到了，都流到了。可以啊。你是黄金仓干贝跟石斑嘛？对啦，妹，我你是黄金仓干贝跟石斑嘛？对不对？这一公斤半重，而且你水条讲这我一斤也卖了的，我实在无开啦。干贝石斑，石斑，只要卖了百。有，来啦，我只卖卖好不好？我只卖卖对啦，春天卖过几啊啦？来啦，一个来两个啦，你三个来，你四个来，一个啊啦，六个啦，六个可能无啦，只卖一公对啊，然后这一个我卖600啦。那用开600啦，就500啦，400变啦，只买一块啊，300了啦，300，你阿伯咩阿伯？很多人卖啊，我卖啊，卖啦，这坑你家的坑你家的坑啊，落雨天啦，这坑我都干起啦，阿伯卖，阿伯无要钱啊，无，你先卖个亏啦，你先卖个亏了，亏了就3000，阿卖个亏啊，来。我找了，哎，别走啊！别过富那个一挂嘞，吼！你这种本来的工课，这黑好袂袂少啦，好嘞！下次我卖叫你来。我们要吃虾吗？哎，500块。这里几箱？我包，我包，哎呀！我们要吃虾子吗？我包了没吧？后面一个500。八个了，没吧？八个，好棒！又开铁门了啦，伯南去看一下了。伯南去看一下。虾子吗？多少啊？我都留了。麻烦在下面。哎呀，肉丸，他的东西都留了。包什么叫阿爸丸的？阿爸丸能包？鸭肉丸，一包100块的。两包。回去玩大包无啊？是这包里面吗？这包诶。这包赶快啦，我包过。后面两包 ，OK。两包，这两包，。哇！哇！哎呦，钓一片不是还有枪吗？给。带枪的两包，哇！来。来，啊！这两个，这两个又来200块，先买钓一片，两个超棒玩的，200块有没有人要的？200。小平板。好了，没有了。来，还有什么？你包个不到你的位置。买超了。
他过鳕鱼排，过鳕鱼排呢。来，爸爸。哎，帅白就过来。哎，蛤蟆呢？哎，这有一出一折了。来，这算一排哦，都还用翻转波器哦，翻转波器，这就给你妈做这水听讲，就给打正你啦。这哦，简餐店这餐厅要吃就点开，点了会贵十万啦。翻转波器算一排。小红帽今天没来。来，接下来我放下来。来啦，等点一点卖你八十万来，较贵的卖你百二，我爱就一点八十两点百五，你四点来卖三百，我一点两百块了啦。你五点两百啦，你六点两百块，七点两百，八点两百，九点两百，十点两百块，是两百块了啦。所以百货全家无两百块，什么价两百？鳕鱼排两百块，我来十块两百台，十一条来两百，十二条两百。鳕鱼排啊！我送啊，十四条来两百块对吧？来，快点点。两百，两百。还个什么价来两条来，四条来，四六条来了，还是八条，还剩下十条来两百块了，十二条两百，十四条两百块了。拜拜。河虾、干贝、黄鱼、花枝丸都没有。还是来。都没了。还六，还八。河虾、干贝、花枝、鳕鱼丸，只有干贝两盒。但是你要赶快过来，现在不留货了，现在不留货了，要就直接过来哦，现在不留货了，这个时间点不留货了。对啊，下雨天，我说这个时间点没办法留货了哈，要就赶快来，三倍两盒还有，啊，其他的部分没有了。还是十地好来啦，这八地来，我就是这十地两百啦，十二地两百块，来共我来接下来啦，还是十四地两百块，来我现在两百块利息来，拜拜。还八地来，这十地来，我就是十二地好来啦，来这十四地，我两百什么？两百块，两百块，过两百无？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无？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，两百，最后我纠结，你两百块两百，两百块两百，两百，两百块，两百块两百哦，两百。两百。我蛤蟆也袂老来，你有望坐咧顶刺汤、这高汤有啷么食无？诶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十二，十二。哎呀，十二个人客，我来讲啊，这我一包起价，拢卖卖三百。啊，祝恁大家新年快乐啦！一人买一包，倒去煮汤也好，煮白菜肉也好啦，一百块对吧？一百块。我靠！两千三票。多点。所以你今天没去吃哦？这个你传到我的那个单里面有去吃呢？没有，只有汤而已啊。啊，就只有汤啊。因为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啊？哎，给再喝点汤。没，对，我没啊，还是。来鱼煲什么吃？鱼煲啊，我问一下，等下欠方炒大米炒米粉好吃啦。来，那我看不到以前我外好啊，来，你买来以前买哈。来，买来啊，你买来，买来以前给我四箱的送给我啦。你把它处理掉了，可以啦。你不要再回去了，来。布拉鱼。都会来哦。你过来鱼水啦，你有想要吃过来鱼？我叫一两个啦，四两个无啊，一手五台斤啦，我一斤过来凊彩拢两百几条啦，五台斤还卖一千啊，一斤啊两百几条，一手顶还卖一千五，要接下来一手卖一千，八百，七百了，七百一箱啊，四两个无啊啦，五百了啦，五百，一斤剩一百块两不来鱼啦。你想要吃人水啊？你想要吃人水啊？这样啦，这样子。